才学了几个月啊，我老顾着打鼓了也没听说我也没听说你什么，但是还要多听一下，还多听，现在你还属于初级阶段，是还没有把他那个字和韵啊，还有一个字头，还有一个收音，还都没那什么。但是你好的一点就是你的心态，懂吗？嗯，心态。对，哎，唱的都有板儿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有板的，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儿。嗯，有的时候在天津，在国内那些个业余选手的唱的时候都数数，因为他确实数不过板来，经常没有板。嗯，非常好。嗯，这个别放，继续努力，在工作紧张之余，能够多唱唱，多听听。这个比那个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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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那个要好很多啊。咔嚓，摇滚不是晃，你的耳心是不是？来吧，我们这程派我听听。来打撩吧，来吧，接着打。
家里有干这个吗？没有，你看指点针。这么不错哈，那那那那种感觉的意思，这他对这音乐的感觉哈，对，他特别贴你的弦儿，是，这是一个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一个演员的这个他的感觉跟胡琴的这种柔和在一起，是，嗯。那您再以更高的标准，这有一个角儿来说，这个他唱的时候，我也想能不能跟上海戏剧院联谊一下。你们作为一个什么一个友好的一个艺术交流的这个，因为配红非常这个程派嘛，也是五小什么之一是吧？他现在特别想把这个推出来，就是把这个艺术不光是程派了。但是咱们以神派这个，他不是更高兴？我可以来联络这个事，有机会叫他们去，或者让他们来啊，因为他们学校也有这方面。是，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说的，文化大发展文化输出的，这个要有什么可乐的？我们倒更偏向，如果他们能走出来。然后在这边啊，对我们这个基地啊，这个再充实一下。我们现在如果走回去的话，我们现在比较薄弱。是的，是的，对。不是，他们有这项的资金方面有。对，那太好了。马云说呢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是个很好的一个联谊的项目。我们作为他们的海外培训基地。然后我们春节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团要来25名，以赵秀军老师，挑班过来。领班过来，25人来演出，现在好像在联系费城，纽约有没有不知道，现在华盛顿有，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。如果要来的话，如果在纽约的话，我跟您联系一下，跟绿园社活动一次吧。那太好了，好啊，非常好，谢谢。又一角儿，又发现一角儿，又发现一角儿，谢谢。嗯，您这是 F 调吗？不大 F 调，是软一点，有点高。有点好，我下次用一点，我没办法。今天这个到和平杯，现在有海外的这个比赛，专门有海外的。他够水平了。对，够水平。您再听听咳的更够水平。我也高兴。还有谁？除了咳的这。我也唱唱。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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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。哦，你会啊。我不会。之前还唱过。许愿这个净给我们来什么活都来，小粉脸这个啊，二三度的劳声这个。没有来过二度。哇！唱戏调了。不知道。你来过那个哪个筹？我好像看过。就上回您来的时候给我说的时候那个。刚好嘛。好，那个麦麻。啊，对，我说的。看得那么面熟，那个有一个什么记忆，对。我刚刚放了6号，6号啊？没有，有总共有卡，我看又嘎掉，这个就比我这种啥都强。乌云在头上，前面不要唱句，不唱，过门了，别往去。我确认一下。哥子，给你社长拿着纸，看你社长又出汗了，对，非常的那个，真没有准备，有吗？那边，我包里用过没用？啊，那有一盒，你看。Thank you.
唱的那个，他唱的那个胆量非常非常非常好。谁叫做胆子？他那目中无人的感觉。真的，这个要这个劲儿。但是你这个嘴里尖字太多了。什么王东新，好像全是尖字了，不行啊，这尖字不行，倒字太多。回去以后啊，这个马斌可以负责先念，先念对了，把这个念对了，现在念还不对了啊，念不对了。还有你唱的最好的就是嘎调，但是这是错的，这个戏不能叫嘎调，没有嘎调啊，你就唱做工随便，这个戏不行啊。大胆且向虎山行，是吧？还不知道后面怎么着了，知道吗？你就就来了，那意思没问题了。后面不行，那后面那你唱完的嘎调，后面没法演了，是吧？后面你好，你都设计好了，不可能啊。所以这是论戏来说的啊。再一个，您这也不能忘家乡，哪有忘家乡啊？陕就陕西，就陕西啊。还搭着他们打工艺人骂倒了，整个戏全变了，所以这是一个规矩，将来咱这个人家是青，尤其青年团队啊，应该守住这个规矩，是不能够动，不能说怎么火怎么来，全记错了，不是怎么老不记错了，记错了，记错了，来吧，那请何帮助一下。可是他我不行，我不火。不，还有，都没事。气，就霸曹宣城之气，从前啊，把那几个流水我听。哎。当铃铛。
二六行吗？二六。唱唱台台唱大口台唱歌。跟年轻人在一起啊，我们这您都没跟说，没说，提高提高，慢慢来吧。唱的都挺好，真的是。
这个时候这么喜欢的，喜欢京剧，而且参与，而且演唱，这真是很难得。嗯，现在在国内也有很多，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，很多大学生都是早早就买票来到后台什么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。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用这个京剧来搭这个桥梁的话，那还是确实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事儿，对，是贸易战的结果。对，然后呢，希望咱们能够长期的在社长领导们领导层，是九大常委来领导下，是吧？能够做到给你们说说戏，我自己会的，我自己学过的，自己演过的，给大家服务一下，也是一个开心的事儿。因为跟年轻人在一起，尤其马斌跟我在一起的话，我们爷俩这个感情也非常好，所以这个跟你们社长合作这几次也是开心。我们合作根本就我们就没碰面，就直接上，直接就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艺术家都找吴亮老师来对戏，我没有时间让我插手，所以谢谢，好。